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们有没有留体力啊？我们要打营地嘞！嗨一边，没有，我开一边是扁营地啦，没有扁别人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超孬的。别人有一次来跟我说，哎、欸，那个，你的这个哨塔站到我们的边境了，能不能把这个哨塔拆掉呢？还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哨塔打掉呢？就打这个就好了。我就跟他说，哦。好了，我拆掉。我就很怕被跟人家开扁，很恐，会怕没啊？人家就会怕没。我永远都印象太深刻，从以前被灭城的那个印象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人家只要不要扁我就好了，有阴影了。这阴影超重的，好不好？我想那个时候真的是可怜到爆炸、欸，整个人都飞了，城也飞了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没了。大家体力够打二级的吗？就是我们能够打完一级再去打二级吗？我是觉得可以来挑战一下打二级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打完了，耶、欸、嘿，打完了，大家棒棒，可以吗？要吗？要来就打、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们说的哦，那我来打咯，继续打。打到大咖农场就叫哎、欸，不行，不要叫我负责。你们知道我真的跑去跟 LDN 的人挨吗？就是他有一阵子 LDN 的人一直打我们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。哦，我真的就跑去跟他的盟主聊天哎、欸，我很可怜哎、欸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们看我的跟他的对话内容。这里我还跟他拜托哎、欸，我还拜托他哎、欸。但是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士族可以加入我们，我们就只组一个士族就好了。他讲我们。就这个联盟就不要了，我们就加入他们就好了。然后我就跑去跟他们说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收塔了，我不是故意的啦。所以他想要并盟，我跟他说，可是我有在开直播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但是拜托啦，不要打我。然后跟他拜托完之后，他们就再也没有打过我们了。开始打营地喽，开别。大家留体力，有，我有先让大家留体力。只是我们刚刚已经打完一个一级营地了，然后是想说，既然打得这么快，那不如我们就直接来打第二个吧。啊，这也要饿死了，完蛋了，我要开课了，课，我课，我再课，还有四十哎，还有四十哎，不能都给我吧？剩下靠我了。剩下要靠我了是吗？哦哦哦哦哇哦哇哦，再刻一点就可以了。哎，剩十三了，可以，还有人在跟我一起奋斗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，顶得住，要成功了。对，我也觉得下次要直接吃二点滴。我错了，我想说可以打完嘛，好像打完了哟。赞啦，赞啦，终于我们竟然成功把它拿下来了，好，超累嘞，太感人了，谢谢。哇，第二名是布兰特，然后还有云雀、青蛙、平安、发福啊！哇，前五名啊，很赞啊！那其实我本来就存了很多面包啦，就平常也不用面包，我就是想说等到打营地的时候再来用的。竞技场，哎、欸，竞技场也太惨了吧！竞技场也有78万哎、欸，不能这样吧？这会吃面包我，三小啦，我打一个60万的打不赢，我刚刚按错吗？我没有按错吧？哎，是在哈喽是怎样？干嘛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人出现什么问题吗？现在是怎样？不是啊，我刚刚的，我78万，我都打60万，我打不赢哎、欸，78打72万可以吧？可以。因为我兵没有办法满，我兵还是没有办法全满的。我刚都把它补到最齐了，但我的兵没有办法每一队都填满这样。打
还是72万的吧。干，我6次里面竟然有2次是失败的，妈气死！